啊，太厉害！啊，你装备都带对啊？应该对了吧？够，你开。好啊。可以呀、这胖子哦，胖子哦，是的，走走走走，打金打金。我靠！啊，这么准，直接掉我！黑暗深渊在等待着你。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叉 P 冲过来我就死了。OK。把那只精英怪拉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老王，把那只精英怪拉走，让他，留着那只怪，留着那只。啊，没有人要往前冲，是谁过来啊？你不要管他呀！你在干嘛？那只怪让他拉走就好了。你要干嘛？有力量是不是？不是，有没有力量？要留那组精英怪呀、啊！什么？一叉 P 你拉过来吧。是谁没有领会到什么意图？精英怪还在后面跟着呢，因为我们最后一组打死精英的话，我们的蒙着宝子还有20%啊，有20%的额外伤害啊。那组精英怪没有，你如果是打死小怪的话，就就没有增伤了。顶手哦！我都跟你说好多天了，其实你是跟我说什么？打掉吧，打掉吧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走走走走，别往前走。吸一下，吸到那个位置，没有带电，吸一下，对。OK。这复仇的甜美滋味，好事发了，发了。什么塔？力量。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。到了，
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着急，这么打，慢慢让往前挑就好。精英这边打吧，往上吸，对，往上吸。这是不是有意志的？老王贴着他，有意志的。哎，小心哦，这有胖子哦，拉远一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老王附近有一个。我再先打那只胖子，一刹皮去拉怪，再把那个胡子拉过来，靠着这意志多摊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就靠这意志再去拉，还有没有？把精英怪拖走，把精英怪拖走，这只。哎，算了，打不到了。这个意志很给力啊！感觉那个力量好像要回去点。没事啊，咱走咱的，要一叉皮回城，然后骑马去点就好。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。拖走。没有留了啊，原本要留的啊。现在去吃啊！他逼你现在去啊！现在去点力量。为什么呀？对吧？点呢？你现在点他干嘛？啊，不然等下，啊，你等下走到二楼，不要点，不要点呢？为什么要点？回来。啊，不然你等下走到，回来，不要点。不是啊，那你等下走到二楼，走到二楼怎么办？走到二楼咱回来啊！我们回上一层点呢，回上一层，回来有必回去啊。把王留在把王留在二层口啊。把后面吸过来。好。既然流亡，把王留到二层口，咱回来，让一叉 B 直接回城，我们在二楼口等他。一叉 B， 你记住了，一会儿吃力量塔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怎么吃。吃完之后再接着直接往家跑，然后从你那个蓝门之后上我们二层来，不要直接跑一层啊，那样的话我们耽误的100%的爆伤时间太长了。他点那个的位置等下过去吧，他那边应该拉一堆过来。好好好，能拖动吗？哎，你打你打来，打掉好了，打掉好了。小心小心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复仇的甜美滋味。报了报。我需要治疗。哇，都冲住我了。没差没差。报个表情。算了，直接走吧，打掉，不要那个。下一层的。没事啊，二楼口肯定能出王啊，不要怕。时间应该够，走。我操，我的问题。哎，我已经让我了。我们就在这走了，一叉皮去拉。我下秒多怪，下秒多怪，你慢慢拖回来就好，你就一直去拉怪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就在这等你了。你把下面的怪，你就一直去拉怪就好了。那个是什么塔？是异能吗？异能的话不要吃啊。
一会儿打王时候不听狼吼，秘法开出来啊，毒啊，哇塞，毒啊，哪一个哪一个弑神，一会儿有王的时候你先控啊，我们仨回城，我们仨，我跟老王我俩上二层，你就控好王就行啊，让一叉 P 直接回城控好就行，你不用跟我们走。没有老王你控啊，不是弑神你控，一叉 P 回城，我跟老王回了。弑神你控走，不是你直接回城啊，一叉 P一叉 P 就回城了，然后你从一楼进去，然后去点力量，快点。对啊，点完力量的话，往家跑啊，往家跑，不要回城，往家跑，走，走老王。啊，走。然后你从家里那个栏杆回来，你往家跑，然后。我操！我靠啊！什么乌鸦？我没有，哎，我这个不能插那个律令哎。OK 没事，我插那个插很多，有没有雾堵？有没有雾？等会儿，老王现在没有，再冷却。老王在我后站，有了，我先喊，时间够。没有，他是打不动，感觉后面会打不动哦，因为现在是有带伏击。没事、啊，前面打很快，咱俩就是要前期咬得快一点啊。要带伏击的话，咱俩这个柱子太短了。咬小怪快一点的话，追进度比用那个仅仅是跳尾王强，除非你的那个被动里头有一个像沉着呀、穷追呀这种的被动属性还行。你带一个伏击，或者是带一个那个。各个击破算赚着了。还没准备好。这幸好一叉 P 督图还快啊，这督图慢的话急死了，半天跑回来吃不上这一百律令啊！666，你成功了。我叫做艾希，我跟欧瑞克都曾为古代。我删66票了。啊！当古代的勇士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视频我关了啊。